榜人气榜都是排名总榜第三呢。我看中了，那是新歌榜排第三，我看中了，那谁还排第四呢？对啊，我可开心。是呀，反正都是新歌榜嘛，一天自己基本我跟你说，聂红刘成他们每天就是他家有一个单独的那个有小手机，24小时放着这个歌，帮他充那个播放量，不断一直放。行了，我走了，妮妮啊。好了，拜拜。哎，不逗你了，真的挺好听的，拜拜。我真是我唱的，我来唱一句，你我来证明一下。嗯，好。算了，我不唱了，不好意思。唱，就唱一句。等一下，我们歌怎么唱来着？哦，你是雨天，雨声缠绵在我身边周旋，缠绵在我身边周旋。是我唱的，快走，对不起。我听一下这个地方，就是你是雨天，就后面那一段。喜欢孤独，却要想要改变。两个人能走到今天。走了，年年，快跑！你的声音。你在那边吗？我吃点能简单吃，你不吃吗？还真挺好吃的。还挺好吃的，可以啊。你才听啊！蝴蝶少女，你才听我们的歌。我不吃了，我吃饱了。你要不要戴耳机？没事，我连耳机，我要卡一段时间。卡什么地方？卡掉了。你在吃饭？我真不吃，我真不吃。哎。这个太好吃。我都想剪短，不想被别人说，哎呀，那些女生的形容词形容在我身上。就虽然哇，谢谢我带带送的掌上明珠，虽然我是零嘛，但是我还是不是很喜欢被别人说什么，母啊这种，哎，算了，我把美瞳摘掉吧。你干啥？哎，抠！帮我，你把这个抠出来。还有全是辣椒哎。嗨，有苦我学不屈。对他们刚叫我男朋友。这是亲爱的男朋友。我戴个耳机吧，老公，我们一人一个耳机吗？我连一下蓝牙吧，来，谢谢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我连一下耳机哦。
嘟嘟嘟嘟。开着开着开着，我真不吃了，我真不吃了。去，你们听得见我说话吗？然后出去玩吗？然后去，帮我生意。然后我们就在户外直播。吃皮皮上吃了。听得见，好哦。我不是很饿，去找久违的朋友一起 PK 吧。找我姐夫。呀，姐夫，我不吃，我不吃，我不吃。你们在干嘛？我们在吃大排档。你们又来秀恩爱？没有啊，我们就是在吃东西而已。谢谢 blue。 嗯，没事，我明天后天可能去深圳，去的话请我吃饭。好啊好啊，你快来，欠我两顿饭。为什么是两顿？因为你说两次，你别赖皮啊。这样吧，我这把赢了，我就是抵消那两顿。我输了请四顿。抵消一顿。好，可以。那我输了呢？你输了，你输了，问你三个真心话。好，谢陈嘟嘟嘟嘟嘟送的掌上明珠，可以吧？好，你请我吃真假阿乳是吧？我请你吃那个我们上一次偶然去的一个牛排餐厅，这几坨肉可贵，而且很好吃。好啊，没有了，你请我吃泡面都可以。我姐夫大驾光临，我怎么可以随便招呼姐夫呢？姐夫这么尊贵的人，姐夫从来都不会就是吃一些什么平凡之物，我肯定要请姐夫吃一点上等的东西。好，谢谢送的 love。那你直接给我转账吧，我自己会去吃的。什么？就是好卡呀，好卡，就是太卡。你们在吃什么？我们在吃烧烤。好幸福。我们最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，我们到时候可以一起玩。好。你认识倩儿吗？哈喽。他听不到你说话，因为我戴着耳机。哦。你到时候来了可以一起玩密室。好啊好啊好啊。嗯，还有谁啊？还有我们现在就四个人，其他人都去参加朋友生日了。哦哦，有家可以的德国餐厅是吗？我不是很熟诶，深圳我们都是在家吃保姆煮的饭。哦，谢谢露露送真爱。刚开每条线，我要看着你赢了。我也刚开，因为我们在吃饭。你在干嘛？我的眼神就在说，我好孤独，我好无聊，为什么我周五在直播？谢欢欢送的不如跳舞。是的，谢谢。我直播被封了7天，我今天才被放出来。哦，怪不得你今天拿小号直播嘞，你为什么会被封7天？啊，因为涉嫌 sexy。 啊，姐夫你要来玩几天？我去大概去玩1天吧，我主要是工作。啊，我还以为你以后常住，我们就可以经常在一起玩。我暑假会搬过去住的。欢迎小仙女。等你。好，你们别每次直播都在这问为什么叫我姐夫了好不好？为什么？以后别叫我姐夫。姐夫就可以就是叫习惯了，懒得改，难道叫你猪啊？叫你猪婆？谢旭秋，超哥，超总，猪总，还是叫姐夫吧。嗯，
全网的女孩子都是他的姐。就是，哦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我不是在朋友你评论你朋友圈说姐夫什么什么，我不想吃。然后他那有个人不是问谁是你我姐吗？然后我就说了一个可以是任何人。对，我的姐已经不再限于那一个人了。亚的突然不说话了。没事，我现在好孤独。你不是那个了？哪个？在北城的不？我哪个？那个了。我哪个了？就是 friend 呢。什么？你不是有所属了？谁呀？没有啊，那是吗？谢谢抱抱小哥。孤单个啥呀，不是有助理陪你。谢嘉宾柠檬汁送的春日野餐，谢嘉宾柠檬鸡，好久不见，你闭门出关了。哇，你们都放假了吗？都姐夫好，那我没过百，我可以少请，我不是可以少请你一顿饭了？都没过百不算赢。哎呀，好吧，那我还是请你吃吧，请你吃两顿。好，我先走了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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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夫。我想把它架在这儿啊，我不想拿着。谢谢哈。姐夫好狡诈，对，要坑我。本来我就捡垃圾就捡的比较累。昨天姐夫跟一个阿姨 PK 直播的，是阿姨，但是个美女。我真要改，哎，算了，不说这些。哇，谢我老公送的辣妹魔盒，谢你，谢我老公。现在13级了，我在。哇，你可厉害了，亲亲你。等我，哇，我老公是榜四，快把我老公挤出榜四，我像小狗狗。我准备想弄个断眉，然后哎，其实我都哎，我想把头发撩上去，但是我发际线不允许。我去找天天了。找了，天天。哎，你在外面吃饭呀？对，我在吃饭，我在用我今天一整天捡垃圾的钱，就是在吃为数不多的烧烤。就是天天知道我每天都在捡垃圾的，因为上次天天帮我一起在捡。我们去卖的好不好？卖。Yeah. 我们输了干嘛？你在外面就，输了你亲你对象一口吧。在大庭广众之下，我输了亲孙浩一口是吗？对。这样吧。在这亲不明显，我要是输了，我站在走道上亲我老公一口。别吧，不用不用。我又我还好了，我还好，我又不我不是，就还好了。没事，你就回头这样亲一口就行。好，没事不用。那你输了你就亲墙壁一口。好呀。亲自己的脚。哎，你今天画了那个这个吗？那个用唇釉的那种，不是，我是用眼影画的。哦，有点好看。加油啊，姐妹们！谢谢墩墩，谢谢墩墩，送的是我的猫。哎，你好！我给你们看，我看到果奶给我 P 的一张图，我觉得很好看。老公，你把我的朋友圈弄出来。
我准备它那个颜色，我准备下一次我就染那个颜色了。天天，哎，今天我跟我对象，我们公司的人，我们要一起走时装周，然后你知道，然后我就跟我妈说，我说我要去走秀了，你知道我妈说什么吗？说什么呀？说你腿这么短还走秀啊？怎么走？烦死了。亲妈呀，今天的亲妈，这是亲妈，我好烦，就打击我了，谁都来打击我，我等一下，我叫一个，我雇一个人高的人，然后把我的头贴个照片贴他脸上，让他代替我走好了。去在深圳吗？在哪里走啊？谢梦梦。深圳时装周。哦。我以为你们跟那个呆呆去三亚了。哦，我们没有去，老公，怎么了？辣椒沾到眼睛了。我受不了辣了。哦。这是我男朋友，老公，你看，这个是范范。你怎么每天都在家里？你咋不出去玩？这个是念念。不想出去，好无聊外面。这是子思。甜甜，谢谢。这是我男朋友。我没有啊，金妹妹，我没有。大家冲冲吧！哇，谢我 C 了，他送的9E314玫瑰花。我们家最新的手中送的礼花筒。就是我那个。我老公手机关机。我等一下再给你们看那张图吗？谢微微微送的热气球，天天快来深圳找我们玩。玩密室吗？对，我们就是插人玩密室，天天胆子很大。谢谢丁的桃花恋。上一次，浩浩的脾气也很大。哦不不，浩浩的不是脾，胆子也很大。浩浩的胆子也很大，但是浩浩为了要保护我，然后所有的任务，上一次我们玩密室都是天天一个人去的，来回。你也去做了？我去抓了两。然后上一次就整个密室所有的任务就全都是曾天天一个人做的，好惨。是我卡还是你卡呀？怎么你说话卡卡的？你可厉害嘞！是你？嗯？是你的？是我卡是吗？对，在外面的。谢旭秋送的乐。不太大。我他卡了，是他卡了吗？我能走欧美风吗？哇，谢影送的掌上明珠，谢影，你的头像可真好看了，嗯。我们最近才认识。是戴耳机的原因。谢梦梦的，哇！谢嘉宾柠檬汁送的风车花园，谢嘉宾柠檬汁送的风车花园，哇！谢小兔友送的 disco， 老公在干嘛？我让他们给我带了一片那火火。哦，你叫妮妮他们吗？那我不是。亚黑，你输了，你要亲墙壁一口。真情一吻，亚黑好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他在亲墙壁，要亲自己找啊，亲墙壁的啦。好啦，那我走了，拜拜，慢慢吃啊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打完了，把手机放这里。你摘了你的隐形眼镜吗？我把它戴回去。不舒服吗？我戴美瞳都不舒服，我戴一会儿我都要摘掉。
炸毛了，对，因为我准备剪短了，明天去剪短。我准备把我的阑尾剪掉。我不近视，我不近视。染什么发色？我明天不染头发，在我参加时装周之前，我都不会染头发。你还在找图片吗？我不是很想让他把我那个照片放在我的那个栏里。他会，他说可以换是吗？因为我们图纸，如果不是图纸的，就把整面墙。哦。没有涂口红，没有涂口红，可能是滤镜的原因，我把滤镜关了，给你们看一下。等一下，我找一下滤镜在哪里。这是没有滤镜的状态，然后这是正常滤镜的状态，这是把所有的关掉的状态。嗯，我嘴巴还是很红，只是没有平常那么白。因为我觉得这样不好看，所以我就每次开的是这个，所以看起来会很红。是你太辣了吗？我没有吃啊。怎么了？没有，我看。真是太油了吧！我关掉看一下。行，我调一下我的美颜，你们觉得哪个好看，你们就说停了。这是25%的瘦脸，这是最大，然后这是没开，38条，算了就不问你们，我就直接自己来。大眼不开吧，清晰度，小脸。窄脸，瘦唇骨，瘦鼻，长鼻，嘴型，下巴，额头，宝宝，我们等下去哪？还玩剧本杀吗？好啊。有人吗？一起。Yuki 他们还回吗？不想玩吗？我想玩啊。谁呀？感觉妆容有点脏。那个，因为我很爱出游。哎，如果我没有产品，然后发链接的话，是会被封掉。我不知道呀。找谁呢？在外面就不连音子了吧？打欠儿。欠儿在哪？这是打欠欠。我们打对面的人。他
面对面打架，面对面打架。他就坐我对面，他就想，我把他关了。呀，我也要把他关，我就不关你了吧。我还拍欠了。四个坐在一起，对吧？现在自己打自己。看这样吧，你输了你不准你吃东西。挂挂掉。我们跟我们的新的朋友一起玩，他们直播很厉害的，来欺负我们。没有。来吧，你来想个惩罚怎么样？这样吧，你输了，等一下玩命。买单。啊？不是。你输了，等一下玩剧本杀，你请我们两个。我输了，我请你们两个。我们又没有赚，然后我输了，我还要坏不坏？谁赢谁买单？谁赢谁买单？不行，太亏了。我瘦了很。我把声音关掉吧，这样有回音，因为我们就坐在对面。这样子这样还是有淡淡接触节奏，对不对？好热啊！老公，你陪我下去走走吧。哦，好闷。我们下去走走，你吃饱了吗？我们先下去走走哈。好。你们继续在这吃吗？老公怎么把东西放这里？姐妹可以吃猪肉脯吗？最好不要吧，因为我不减肥。他们说你们好卡。老公，我们去逛逛吧。快打欠儿，打欠儿。他俩终于走了。终于走了，我听到他说我们终于走了，老公。我跟他俩连麦，我直播间掉了600人。他在怪我们，他在怪我们。给你们看，这里有一个大啤酒杯，啤酒杯弄的一个大东东，好看。拍拍他们在哪？他们能在上面拍我们吗？欠在哪儿啊？哦哦哦！他们两个憨憨，头发好燥哦，上上票啊！是在哪里？我们在吃东西，大排档。我不吃羊。念念，好，好，好。我跟我们那样还去玩吗？我是打双胞胎吗？
叫双胞胎好了，有熟人连就是好。Hello， 是太晚了，我才刚刚开播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Hello。我们输了干什么？哎，你点我不晓得输了干什么，我刚开播，没准备，还没准备 PK 呢。为什么我剪了头发这么丑啊？还好，我觉得比之前好看呢。我吗？啊，你。那谢谢小四的保时捷。我们输了干什么？干什么嘛？都可以，我都行。廖哥，把我水果拿过来一下。好饿啊。那你说去找个男的要微信吧。我吗？可以。那你在外边。可以。可以。啊。可以。真的？那我呢？你就亲墙壁一口吧。这么简单啊？那确实。我深情拥吻墙壁吧。啊。可以。拥吻是吧？啊啊，哦，不用吻，深情亲吻墙壁十秒。我还可以公主抱墙壁。喂，你把水给我拿过来呀，我的饭呢？好饿，那就开始喽。好，那我们闭麦吧。好嘞。对，你们懂我的套路。一生因为何惧。好好，我们要去找哪个地方有密室吗？可以试。啊？嗯？没有啊，如果现在还不找的话，怎样找？你找好了。又谁去？啊？其他人不去吗？生日。嗯，谢滚滚送的墨镜，小号也可以，他肯定不让啊。你在干嘛？不是你的榜二。哇，你说的榜二。我可是给你送了2000多。我准备参加时装周之后把头发染黑，然后去种发际线。可以啊。不然的话。够了吧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我总不可能总是用侧脸吧，种完发际线就可以用正脸，因为你知道谁啊？你有在拍吗？不知道哎，他的助理。大冲冲还有一分钟大冲冲，不能让年年去找别人要呀。这种发现是不是好久不能直播？可以直播了。也不是不可以，就有点丑而已。那最好别化妆，你化妆那个会。谢旭球送的花粉。小冲冲。啊哦，对面，谢谢小兔头送的宝石。待会冲冲啊，还有30秒钟。唉 ，Hello，
你的头像那个票都在哭。我看到了，哇，是小兔人送的抖音一号，他收塔了。呀，是小兔人送抖音一号，谢谢大家送的小心心。哎，去问微信吧。然后看他要微信。老公，我上去一下。感谢我们香香，感谢我们小四，小四走了啊。然后还有谁啊？感谢妈咪，哎，感谢花花，感谢姜糖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第一面，这第一把，那还没掉太多牌面呢，不错了啊。一般第一把都很惨的。有个特效太好看了是吧？我觉得还是那个情人节那礼物是真的好看。那情人节那个是不是情人节啊？不是。那我做惩罚了。春日啊，春日礼物，你们觉得春日礼物好看吗？惩罚。我最喜欢那个春天守护神。帅哥，我可以问你要个微信吗？那个、礼物是真的。对面有没有在听啊？你确定你认识他吗？我不认识，帅哥，我可以问你要个微信吗？没有微信，可以了吗？我就知道他认识，不认识，真不认识，你是不是认识？真不认识，好尴尬，我快走了，社死了，快跑！他们都说你认识，他们说啥就是啥，我真不认识。帅哥，我们俩认识吗？你找一个，不认识对吧？都输了，你重新找一个，你找一个不认识的，赶紧的。找个不认识的，好吧。嗯。帅哥，我可以问你要微信吗？你玩 QQ 啊？啊，好巧啊！你看都认识的，都一桌他们的。你问其他桌，你别问那桌。我问的不是一桌，我真不认识。嗯。你就是认识。真不认识，我刚刚走了老长，我走了老长一段路。敷衍我，我不管吃不吃醋，但是这个惩罚是他自己那个接受的，对不对？那真的是陌生男子啊，真的是陌生男子。我不信啊，人家助理我根本不认识，好吧？啊，行吧，行，那你换一个，反正你人也没给你，对吧？还要换一个，他要给我，他还得在直播间念出来。你喜欢可以了吗？我真不认识啊！哎呀，哎，我们直播间的人作证啊，真不认识。后来问的那个真不认识。那你这没给你啊？你不再问一个吗？你可以给我吗？你的微信，帅哥。那你 QQ 也可以啊，你给我吗？你愿意吗？你愿意是吧？他愿意，他要给我了。他现在已经掏出手机了，已经掏出手机了。他已经掏出手机了，可以了吗？干嘛抠我？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行，好，好好好，那走了，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干嘛一直咬唇？你咬唇还管我吗？是不能咬唇吗？请问？交给你们了，你们全吃完，我就吃了十串加一碟黄瓜，我就好了。这个加入韩团吗？我支持你，我不支持我自己。韩国有一个节目想找我去录30万。你去啊。然后他们来回国只要14天，我觉得算了吧。28天。三十二韩元。什么骗子啊！我后面那个真不认识。人家喜欢吃口红，说了不是口红，脑子有病吗？哎，我们就是突然间说，我们就是什么，他都不愿意，本来要带人。乡里边，妈的！姐姐最近过得好吗？你看我的脸上没。无所谓。
就是有些人真的管得宽哎，嘴巴红就是涂了口红吗？真没涂，这都要解释半天吗？咬嘴唇，不是，咬嘴唇是个人习惯吧，这也要管吗？有什么好问？但是直播又不是播给每一个人看，真是搞笑啊！我真是。嗯，哪儿啊？那里太热了。咋不跟我说一声就走了呢？嗯，没听到。咋不跟我说一声就走了呢？嗯？嗯？谢鸭绒送的乐。我来还是电野，我的小像一条恶犬。谢谢淘淘送的，送的掌上明珠。我密室人，他们都还在吃。哦，我要给你们看照片，就是果奶发的那张，我觉得还挺帅的。给你送个桃花酿。桃花酿。桃花酿。给你们看一下那张照片。不是不为别人生气啊，只是不在意不在意说的，至少说多了也会烦的。不是说不在意啊，也不是说什么小心眼这种，只是总说的话，就比如哦，你本来是个很开心的人，要是有一些人一直在你身边说一些不开心的话，你迟早也会抑郁的，对不对？哇，虽然我的眼影确实有点重呀，我这个美颜到这张图上去了，不行，更重了，更重了，快，你看我要是中了发际线，我就撩上去，我就可以不用戴发带了，啊，想去中发际线，我不露正脸，因为我正脸，你看我中分露正脸很丑，而且正脸没有那么好看呢。然后就有人说你是有颈椎病吗？为什么一直有侧脸？哎，老子侧脸好看，不露侧脸啊。好苛刻啊，好苛刻啊，救命啊，去找姐夫好了。姐夫，最近好多人都欺负你妹妹，你给我介绍个对象吧。啊什么？你怎么也来欺负我？Rose 怎么说？你们俩天天欺负我，没有，你就是别人欺负你，所以你就来欺负我，是不是？不是欺负，就是总有人欺负，就是那种人为欺负我，不是 PK 欺负我，就人格伤害我了，我都可难受。谁啊？谁欺负你？各种乱七八糟的人，比如，就比如我咩嘴啊，干嘛一直咩嘴？然后我明明没有涂口红啊，我没有涂口红，然后总是说我嘴巴红涂口红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！总是，然后你知道吗？就我侧脸好看，我露侧脸，他就会说你有颈椎病吗？干嘛一直露侧脸？老子侧脸好看，我不露侧脸吗？好难过啊！总有人说我，你脸上怎么这么多痘啊？最近哪有痘啊？哪有痘？姐夫鼻子上刚刚那个地方，就两颗痘啊，痘印啊，太难过了吧！姐夫怎么也搞我？哎我，没有，我错了。因为我没有开磨皮，我开磨皮吧。太难了。我自闭了。哎，算了，我不说成了，姐夫，我走了，我不打 PK 了，姐夫，我走了，我要把自己关在我自己的直播间里。我，
你可不可以给我介绍一个？我现在真的很难过，我想谈恋爱。我自从谈恋爱之后就没有认识过什么新的人，一年都没有。旧朋友你应该都认识才对。好吧，行吧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出去玩了啦。好，你是你这句话说给你老公听的吧？因为我老公自己知道。嗯。什么啊？也是。我谈恋爱的时候也是。你看我以前，天天跟我姐他们去喝酒，不是？然后，我好久没有去了，因为他不喜欢我喝酒。谁谈恋爱喜欢自己的对象在外面喝酒？但是我以前确实每天都在玩，但是有对象之后就没有再去过。那你开心吗？开心啊。这样吧，我想想哈，我想想。哎，你最哎，我看你每次连麦都很多帅哥啊，你为什么没有找到很多帅哥美女啊？你为什么没有找到对象？你刚刚是故意卡词的吧？你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就是有那个什么，我刚刚好像有一只蚊子咬到了我的脚。我不想谈网红。我懂。你懂。就是你因为我也不想。你也不想。你和浩浩。我挺羡慕的。就是现在的玩网络的很少有人就是会这么乖，实话实说了。我有1361个粉丝，我是华语男歌手。姐夫，我们现在个人简历是华语男歌手。我知道。大家关注一下。华语男歌手。玩女的，有事儿吗？不是抖音上的美女很多哦，你不要网红，你去街上走一圈。我今天来深圳的街上，我看到了好多美女。什么？我今天在深圳的街上看到了好多美女。我知道，还好吧。那姐夫自己眼光又高嘞，人家喜欢姐夫的，姐夫肯定会不想要，姐夫肯定是喜欢自己那种自己喜欢，然后别人不喜，然后那个刚好喜欢的人又不喜欢他这种。是的，我不是我喜欢那种双向的，就是像你和浩浩这种，也不是说双向的吧，就是乖一点，就喜欢我并不觉得就是两个人一起玩，而是两个人都会有所改变吧。就像你一样，你一开始很喜欢玩，但是你后来遇到喜欢人就不喜欢玩了。还是喜欢玩吧。哎。那这把惩罚就是让你早日找到你的老婆吧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拜拜，伤心的姐夫。拜拜，伤心的捏捏。回去跟你说，拜拜。伤心的人别听慢歌。看到吴军吗？大妹，大妹。大妹哟。大妹，大妹哟。唉。他好恶心，他每次发这样的表情包。你们喜不喜欢就是微信有人给你发那种小孩流鼻涕那种表情包啊？姐夫是那种孤孤单单的伤心。我是抑郁好吧。我都没有抬头纹了，我老了。谁都有抬头纹、啊。评论有人带节奏，网易云、啊，哎呀，就有些人真是就见不得人家好的，说这种让人伤心的话。风儿风儿吹吹，风儿吹吹，吹到我的心窝里吹吹，好不好听？什么时候去剧本杀、啊？看我以前直播多开心。啊？
总是现在总有人说我。你是在问我还是他们在问你？他们在问我。哦，我还以为你问我，然后我还喊了一句。其实我今天不想直播的，然后就想骂那个人。夏天。就要晴天。就要晴天，你是否有超能力？看看我们，我们在哪里？我们来翻他们的评论，好不好？他的维尼送的东西，他有 C 零咪咪，给你点木木。你什么都一样样，就算我对你很嚣张，沙发上充满了阳光。你做我的形象，所有事实都听我讲。他们网易云。要不给他们看？他竟然说我脸上有痘痘。没有，我就这两这两这里有痘印。我今天，啊，我是不是没有开磨皮？转。在你耳边，哎呦，所有事实都听我讲，快乐一起分享，烦恼一起扛，还有什么比你更好？你是雨天，缠绵在我身边周旋，带着透露你侧脸的温热，雨滴执着等待夏天，黑夜爱白天，就是喜欢。还有一个好冲，下雪。这咋是我啊？因为假许愿。就有晴天。聂先生和他的孙先生。音乐人萧逸晨亮的晚年。哦，我还以为是他唱的《爱情买卖》就有晴天。孙浩在干什么？
你在干什么啊？你有多不舒服啊？就算我对你很嚣张，软软的沙发上充满了阳光。需要把耳机还给你。要拉屎啊！但是没有人陪我在这坐着。你就是拉屎不想，这滋我脸上的都。你们吃完了吗？哎，我是不是没有恢复我的美颜呢？为什么看起来皮肤这么差呀？都不好看。老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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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公。Superhero。 嗯，是我老公吗？哎，这人呢？孙浩走了，去哪了？浩去哪了？浩去哪儿？浩在这儿。你问问服务员啊。老公不见了。哦，我老公刚刚不就在我旁边，对不起。啊哦，没有人给我这份面包了。鼻孔看你们，唉，去找希姐，找开心的希姐。蛋蛋，安妞，安妞，安妞。那个在这儿吗？我在卖艺呢，我就是我在卖艺赚钱。你们都没见过，好像没看见。姐你好吧，谢谢啊，蛋黄方便豆，有空来杭州玩玩吧，我们家猫猫狗狗你都没见过，人家见见叔叔阿姨。啊，不错了，叔叔。我老公呢？我老公不见了。现在关注正经猛男子。他们老公大路上走溜。不知道。Hello Hello， 奶茶哪个味道最好喝？我觉得都好喝，因为我自己都是四个味道一起买。你们快，我觉得但是会喝腻。你们快去他们直播间买那个屁股蛋屁股屁股屁股那个手机壳，啊、你们就可以跟我有同款了。这个我也买了这个，这是我之前自己买的。我买了一个白色的。啊，这个真的很好软。谢谢宝贝们。听说那个弄脏了还可以洗它的屁屁。对，我就是洗它。对，我也觉得锅巴好吃吗？我像个好，我像个好奇怪的人，我在这街头直播。来了。火锅哪个好吃啊？泡一包豆浆吧。看你们自己吧，看你们其实味道差不多，但是素菜是一样，主要是荤菜不一样。看你们自己喜欢哪个荤菜。谢谢老公。
啊哦，我老公走了。哪张是的？我一个人在这里好奇怪。哪张是？这张，我拿出来了已经。今天走丢了，没跟她老公走散。为什么？你们不会又要走回家吧？没有啊，我老公去上厕所了。好吧。而且我还记得他上周上厕所，我们三个到处跑。细姐。啊，你输了就罚你唱我们的歌。好，我已经会唱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看我昨天晚上和丹丹一直在唱你们的歌，我们两个男女混唱，我唱你的，他唱浩浩的。小鹿。无语。我买了墨小仙，墨小仙也很好吃。他们吃完了，我等一下就要泡墨小仙。给你们看，就是昨天那个徐若瑄嘞，就是那个给我们刷小星星的那个小气鬼。好。我们什么时候领证？不知道。你们已经下单了，主播要快点发货。陈楠说还有一个月，又不是我发货。对呀、啊，妮，我生日也要到了。对面发货。我突然想起来了。我时间过得好快哦，上一次我不是跟孙浩在一起，哇，谢我 C 老大送的风车花园，谢我 C 老大，我不是跟我老公在一起一年两个多月，只隔了那么四五天嘛，那四五天就是我去杭州参加那个希姐的生日，没想到一年已经过去了。对啊，你给我下面跪住啊，就是，先别走，我老公在上厕所。哎呀，叶大老师，这就是昨天刷小星星的那个小气鬼了。谁啊？说的就是你。哎，哦，行，对不起。你家对他打太狠了，我只能刷给那谁。没有啊，你为什么给天儿刷那么大礼物，给我们只刷小星星？是因为打不过你啊。他在拉屎。那个火锅啥时候发货？一般24小时。24小时，不一般，火锅24%。火锅24%。怎么只有你嘞？我们在一起一辈子，买完了，回你直播间了。好的。哦，这个。哦，好吃吗？我也想吃。这个帮我扔一下。哦，算了，这里有垃圾袋。别了。哎，这垃圾袋是你吃过的垃圾袋。快来扔掉它。快，浩浩有没有在我直播间啊？快去推推他上厕所。什么哪个火锅好吃啊？我喜欢吃。我去找一下好吧。还有六菜一汤。我要等着唱捏捏的歌了。好吧，手机。好好厉害。蛋蛋一直都是班花，我就不一样，我是校草。啊，没有啊，我一直都是班花。我老公历险记，我老公呢？原来不是班上最好看的。我老公呢？初中真的不是我班上最好看，初中还有班上。我就是校草。手机打开，雨天晴天。哦，雨天晴天。我老公。我是校草。捏捏的歌，大家快给捏捏的歌冲一下！捏捏的歌马上就要上，捏捏歌现在已经到榜43了。对，大家可以去 QQ 音乐搜索一下雨天晴天，听上这首好听的歌。已经很排名靠前了，现在43名了。真的很好听。现在还是43名，大鲁榜一嘛，怎么还是43名啊？啊，唱歌。我老公不见了。选择困难症哪个奶茶最好喝？直接9.9混合装就好了。直接混合装先尝一下吧，因为每个人味道不一样。你什么都原谅。啊，就算我对你很嚣张，软软的沙发上充满了阳光。我依偎在你身旁。你做我的心上。快乐一起分享，快乐一起狂。还有什么比你更好？雨天，一起好想一个谁？喜欢孤独却想要抱怨。两个人能走到今天，是你保护我每一天。在上厕所。温暖小女陪在我的身边。你会记得我爱听的音乐。在我耳边。蛋蛋不会，蛋蛋不会。商选是一本吗？是的。蛋蛋不会。蛋蛋不会，我会。哎，我跑调，我不是不会，我跑调。
我多少度啊？35度。愿意做我的形象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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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有心事都听我讲，快乐一起分享，烦恼一起扛，还有什么比你更好？你是雨天，雨伞常常能在我身边游学，在这时候我你所念的晚年，与你匆匆等待下雨，就像黑夜爱白天。你是晴天，初步相见，慢慢的相互一的相见，路难言。有人说蛋蛋是音痴，哈你是雨天，雨声缠绵在我身边周旋，带着皱纹你侧脸的晚年。与你执着等待夏天，就像黑夜爱白天。你是晴天，是太阳天天我老公呢？是你来穿山谷地的夏天，要上马身为路白天。与我共同告别，就要晴天。我老公，真好听。哇！我说歌好听，不是我们唱的好听，我说歌好听。真的会唱哎！那可不，很牛很牛，快去大家买东西哥。大家快去听歌，现在43，赶紧充个钱。啊！我在找你。我给你们看，我给你们看这首歌，给你们看这首歌，它现在是在飙升榜第43名，然后你们再冲一冲。我已经泡了呀，泡面呢？这个吗？啊，还没。这个面好吃。那个面太麻烦了。刚才那个桃子会上吗？这个桃子我自己买，这桃子太贵了，20多块钱才三个，别买，别买，太贵了。给麦给你，你一起带吧。掉了，你拿着了吗？你好厉害。我们现在要去玩剧本杀了，谢谢。我也好想玩啊！我也好想玩呐、啊！我好想当凶手。我从没当过凶手，每次都是孙浩。是我那不算凶手。我跟妮妮他们玩了两次，两次都是凶手。我那谁都是凶手那一次。是啊。哦，对哦。小丑那一次我赢了，但是我赢的。但是我是那个最大的凶手。他们说我作弊，因为我要无语，我没有。谁？真的可坏。什么？是玩剧本杀，有些线索是可以不公开的。屁嘞，对，是可以不公开，可以不公开，对我不利的，我还要告诉你们是吗？对，那个输了就不认。这个能吃吗？能吃。他说我赢了，他说我作弊。干吃面。这位好，干吃面就在你那边。哒哒哒哒，他们的歌在 QQ 音乐可以听。QQ 音乐对，搜雨天晴天。晴天。好羡慕呀，我们好想玩剧本杀，我明天和张家瑞玩剧本杀去吧。张家瑞和那个再叫上涛涛他们，我去跟六个人差不多了。涛涛他们我好久没见了。什么东西、啊、我们明天去玩剧本杀。谁呀、啊、你是雨天你的美，我们的歌还没录呢。蛋蛋会扣音乐说雨天晴天。蛋蛋会看我们的歌了，他刚刚在看。非常牛。对啊。我第一个会唱了，这首歌十分有难度，你会唱，你非常有水准。我也觉得我非常有水准，主要是你的歌太好听了。这是吉尼斯纪录最难听，最不什么最难唱的歌，最难唱。救命！但这首歌真的很洗脑哎，就是很上口，很洗脑，会一直听的那种。是吗？因为我感觉我们自己的那两首歌都没有那么的旋律那么洗脑。快帮我截个充电宝啊！我手机没电呢。那你充电宝有电吗？打了。有电咋不给我呢？嗯。嗯，这就是很软，但是还不甜。这个也好吃。我又胖了。他们还说我胖了，我瘦了。我今天视频瘦，我忘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好多朋友们都在买我们的贵妃毛。他们买的是玉毛。哦，玉毛。
好多人，他们这是都是人，都是人，哇，好多人，嗨，对呀、啊，我刚我都玩完了，我戴着耳机，他们听不到你们的嗨，别嗨了，好羡慕呀，我也想玩剧本杀。快来呀、啊！我朋友说那去哪，他说很 nice。我们要不我们也去哪里旅游吧？什么三亚、什么泰国啊、什么什么啥的。就不能出国现在？好像马上可以出国了吧？七月份。七月份。你知道，我跟你们说，今天我在我公司看到就是达人榜啊，就是那个达人榜，就是我看到了我的名字，然后我的头像框是我跟我老公的合照。然后选，然后我就发现没有，我老公就说没有他，我就很奇怪，我就在群里说，为什么这里没有我老公的照片？他粉丝量难道还不没有那些人多吗？明明有啊，为什么没有我老公？结果，然后我就发了几个愤怒的表情，你知道谁回复了吗？我以为就是负责人回我，结果老板说什么？人家卓别林也卓世林是卓世林吗？那人家卓世林都没有，什么都还没弄完啊，还没弄完，你在这矫情。然后我说啊，老板来了，快跑！现实。我在那很拽的说，为什么这选照片没有告诉我们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我老公？是他不配吗？为什么？然后结果老板就说矫情，然后吓得我当时面红耳赤，呵，啊、什么？老板就是老板，吓死我了，不配罢了。是你没弄完，然后我是说，因为在我下面的是老沙，我旁边的是钟倩儿，然后我说要不要把钟倩儿抠下来，把我老公，把我老公。你看，你看他的表情，你看他的表情，我学一下他的表情。我在你下面呢，咋了？对不起，我不该在上面的。那应该把老沙，把老沙往下面再排一下，把老沙抠出去，把老沙抠出去。对，老沙有点三儿的，要让浩浩上来。那确实。然后我就好尴尬，你知道吗？老板回话了，他说什么？那老板的原话给我看一下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好吧？我当时好尴尬，我把我尴尬哭了，我都怕老，你知道吧？我前几天玩狼人杀，我总是插老板的嘴，老板说。老板直接叫司机过来接我了，让我走。他说：“你再插嘴就去死。”你看，是这样子的。然后选有什么签约达人，然后这个是孽虎流程，然后选了一张我们这么丑不拉几的照片，然后下面就是老沙。你把这两个字露出来了。两个字。我的烟弹嘞。哦，没事了。然后。然后旁边就是钟倩儿，哎，钟倩儿在这儿嘞，你看这搔首弄姿的，这是谁啊？然后呢？然后我给他们看我说的话，好尴尬，你给你看我在群里说的什么？为什么选图不跟我们说，也不把我老公放起来？是我对象不配吗？他粉丝量也不少。然后，好，老板说话了，老板说，还没做完啊。什么谁都没有，没发现吗？还有一半呢，矫情。我说哈哈哈，快跑，老板来了，快跑。嗯、啊，我当时好尴尬。跟今天连线，我们掉了200多人。没事，小什么？我现在就走，我现在就走。对不起，是我耽误了你。可别，是我耽误了你，是我耽误了你。别，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是我耽误了你。我是刚才凶那只猫。Hello。我刚刚在凶那只猫，它把我按摩椅抓破皮了。我现在就走了，我不该耽误你们的。可别，大家在对面买的东西先退一下了。别，没有我，没有我跟你们聊，我会很开心。我也觉得。最近总有人骂我。那你来杭州玩吧。那你来杭州玩剧本杀吧。杭州玩吧。我跟你说，我都要被别人骂哭了，总有人骂我。包尸，你怎么包？包，我不是他并不在意这件事情。我不说，我们都不知道堆哪儿。总监打车肯定会报销啦。谢小星星，谢谢。等我们换房子，你们就过来杭州玩就好了。你不是要去广州吗？我不知道陈子丹，听他的吧。他。
谢谢。去广州的话，就我们直接去都可以了，很近的。杭州的话，我们就换大房子。哦。那你们来做我的编导吧。谢谢小星星。哇，浩总这个角度真帅。我不配吗？谁呀？谁敢呢？ Yeah, 还真挺好看这个发型，我也好想搞那个发型，但奈何我发际线太高了。你不敢？我要弄那个发型肯定很丑，我这边都这样子了。他搞这个发型，你可以。他搞这个发型。美人尖那个白素贞。妮妮在。谢谢关注。没有吧？他妮妮说有人，他们说有人在骂你。对，我最近好多人骂我，一堆人呢。有什么事？有事儿吗？很难受啊，很难受。妮妮为什么呀？你不要理他们呀。没事找事儿，他们。对呀、啊。难受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上次好像专门有看一个帖子骂我的。还有帖子吗？真的。哎，那就证明你很火，证明你热度很高。啥呀？我一直都把自己当普通人，我其实他把我就是专门说个帖子说我都觉得很诧异呢。对啊，就证明你证明你热度很高，证明你火，证明你啥呀？我只是个20岁的青年罢了。然后你知道吗？就，啥呀？我之前忘记了，不说了，无语，不在乎。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说去吧。啊、意大利但丁。你不要理他们就好了，让他们自己扑腾，啊、他们就没法扑腾了。我倒是不在意，倒是别人看到了笑话。我放了放去，我把大概取消了。人红是非多，捏捏都气苦了。我感觉捏现在都有一点难受的感觉，听出来了。亚黑，那你们卖货吧，我走啦。好，那你来杭州跟我们玩剧本杀。好，拜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拜拜。你要知道，你是给他打工的，你要表现好才可以。我在说什么？小七看他上次好像没听见声音呢。嗯？开了一起分享，开了一起看。不哭，我哭个屁。有没有更贵一点的？有啊，有奔驰接送。要取消了呀。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我叫的就是这辆。哪辆啊？你给他Alpha。想多了，阿尔法才亮，是帮他剪一剪吗？要。公司司机是明天要来接我们去机场。有病吗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那像那是福田站吗？不是，就会诊中心啊，大哥。我掉坑里了，快你们两个吧！谢谢奶盖送的小礼物。哇，我想再看一次是什么啊？我不知道是谁送的。是什么啊？我看看。是什么？你们可以再送一个看一眼吗？我们都没有见过，看一群没有世面的。看这些土鳖，一群没有世面的，谁送的？感谢老铁，再送一个吧。没有人送。再见，我很现实，因为我直播间什么都看不到，就选来别人直播间看。可以看我的，我怎么还没有啊？你们快送一个。啊？让看一下我的设计，我的鞋子。完了，人数掉了。看那眼神。开了一起分享，陪你一起看。哼，哈，哈，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？我你学个呛，昨天跳的啦。我学呛跳那个。呛，呛，呛，那天。倩让我们点赞那个视频啊，我也可以。来，你们两个一起做。真可以。真可以啊。对，不要露我的全身，不要露我的全身。那你也不要，你再平一点吧。怎么弄来着？老公平一点，平竖一点，对对对，都可以了，来吧。然后再，然后再。啊、真可以！我还要做一个挑战，我们可以一起发。哎，我累了，好累，好累，好累。下叉挑战。
我也可以下菜。真的？真的可以。那刚好我们可以一起拍视频啦。我知道，看到了。来吧，插吧。我真可以插一个。但我很久没插了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插。我他妈，我鞋滑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厉害。真对不起。可牛，可牛。我之前还会空翻什么的，可牛！我现在不会了。哇，他厉害，他厉害，可牛！我刚才说可牛，可牛！才艺主播，才艺主播 ，battle，battle！ 哈哈哈哈哈！他来给你 battle 快！我们这两个，我们两个星星，两个星星，可牛！你们要刷到什么时候啊？谢谢 C 老大送的，喂你打 Q， 喂你打 Q 啊 ，C 楼的。哦，我也是老板。哦，那没有。老板也。老板都没来送。老板很久没来光顾了。老板上次一口气送了我6个嘉年华。真的。真的。哇，简直了！老板太夸张了。那今天我好。一会儿来金盘看我们直播，你会见到更大不更小的。生活不易，我从不卖艺，好吗？我要不是 PK 惩罚我。哎，看来是我们的总监的这个权限不够啦。权限都不大，不像我们这种随叫随到。订阅到是酒店门口，真酒店门口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小月你，小月你。老公，你要陪我去学跳舞吗？你陪我去学嘛，叫倩儿来教我们跳舞。干嘛？谢谢刚刚送的爱的守护。爱的守护。啦啦啦啦啦。愿你我跳。邓紫棋来了。才怪了。看我们的总监，就我们的总监，总监还挺帅的，是吧？你怎么不去当达人啊？我草没拿。什么东西啊？对不起你。什么东西没拿？对不起你，我忘了，我忘了。什么东西没拿？隐形眼镜盒。你太过分了，你太过分了。总监，你怎么不去当达人啊？总监说他还见过瑞哈娜，是吧？瑞哈娜，瑞哈娜是不是还给你系个鞋带啊？看到没有？看我的鞋子好看，因为我穿了他的鞋。妮妮要长高高，我20了，我长个什么？我长高啥？主要是我本来可能还有发育空间，但是我之前跳舞嘛，不是一直要砸脚后跟做那种技巧，可能砸着砸着就长不高了。那我放桌上，但我给你放哪了？主要是我在我长个子那段期间，从130瘦到了90斤，然后就可能就错过了我长高的时间。够做吗？肯够做啦。我还以为要把你俩分开，这不愿意跟我们做呀。我们每次坐在这，其实我们两个真的很不好意思。可能是我们不配坐好地方吧。毕竟阿尔法，你俩都是。天黑了，天都黑了，我们一起来唱歌吧。我们要选首歌来唱吗？我说真的，我真的是想今年自己起个号。起啥号啊？叫做小鹿的幸福生活。倩倩，你可以开一下你那个灯吗？后面就是灯。对，三颗油。小鱼。你介意我蹭你的粉吗？我没有粉给你。雨都停了。我当然不介意了。我只要粉底液品。为什么呢？你现在怎么蹭就怎么蹭，给钱就好。爱怕寂寞，我174。我这个账号卖给你了，姐。我
只要你出钱，我送你。只要钱到位，一切好说。你要我赚够我没有赚过的钱，就是比如我这一辈子就只能赚那么多，你出一个那样的数，我就把我的号送给你。这么一条吗？这个词为什么呢？呀，咋没人说话了？我为什么变矮呀、啊？害怕寂寞。倩儿咋不这么做呢？哎，不，刚不是还有个妞？这还有一妞儿，他走了。这个是往后的吗？就是换，一群人潜水呀、啊，是不是都睡觉了呀？别睡，谁睡做噩梦啊？快陪陪我。我别可不会。别陪你，你别陪你。你要陪我吗？我陪你。害怕寂寞。你俩可以在直播间里亲亲吗？不可以。不可以哦。会。就让繁华的城市陪我关灯。去年可以，想怎么亲。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。如果是四个男生在主播间里抱抱的话。原谅我笑了，心却狠狠的。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当时做的决定。有些爱越像抽离，就越更清晰，那最痛的距离。我们都不跟他合作。你们不知道你家。不知道。都在我的他到了心里。这是什么歌啊？给我一个理由。哦，那就迈一步的一步的一步唱一个，我们来唱歌王唱唱，那小鹿唱，小鹿唱他的粤语歌。小我跟你说，我们总监那次去 KTV 啊，我们那一次我们的总监去 KTV 唱歌，然后他把他所有的歌都顶了上去，然后分别说我只唱一句啊，去唱一句，好，唱完了一首，哎，我临时插一首歌，我就唱一句啊，一唱一句，好家伙，唱到了离场，呵呵，唱到了离场啊，啥呀，我们一直在不好意思让你不好意思切你的歌，好吧，我们都是用什么理由切你的歌呢？我们谁玩游戏输了去切你的歌。总监就是唱了嘞，唱了又在那里不好意思，还在 那里故作嫌虚的去问，哎呀，还有没有人会唱啊？有没有人会唱？啊，好家伙，终于没人唱，就他一个人在那唱啊。他竞选一首我们不会的那种粤语啊，我什么我那种歪瓜什么歪也不算歪瓜吧，就是像那种偏僻的歌曲。我会法语，我天天唱法语歌，你们全都听不懂。那、啊、你就。那就会就大家就悄悄的，就像那一次，跟你说，好吧，我在笑什么？你为什么要笑啊？你为什么要笑？你在笑什么？请问你？没有，这还按摩啊？可以。对。好东西都被一些不配的人用了。在线怼总监，我可不敢怼总监。上次他迟到了，我就说一下，他说你一个小小的达人，怼什么总监？太过分了，我伤心了。往后移。总监，你来解释一下，你为什么当天要说那种话？你在树你的威严吗？你在？在我自己的大号。总监要来我直播间解释了，大家一起围殴总监。真的假的？你不会又刷一些那种便宜的东西吗？你不刷我看不起你，总监。真的有啊？
有啊，小星星，我真是对了，难怪一个总监等级23还没我本人高，真的是。给你看那个总监在那里为自己解释，你看总监就是厉害，都坐车的前头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总监坐司机呢。唐凯来了，唐凯，我跟你说，你来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帅哥，就是我们总监，真的，我们总监巨帅，我们总监又帅又有钱，给你看一下我的总监，总监你拿过去吧，你把我直播间拿过去吧，总监。总监。就是一个十分仰慕你的一位人，他就仰慕你这种总监。对，他是一个黄头发的美若天仙的女人，真的。他这个也过审了，他是一位贵很贵的妇，绝美的贵妇，像他现在这么美的贵妇已经不多了，真的。你一旦你攀上了他，你就不是总监了，你就是优良文化的，我不敢说。哦，你知道吗？我看我老板发抖音啊，我老板老板下面的抖音的评论，你去看老板发抖音下面的评论，全是说好捏捏，好捏捏。看见没？他们希望谢谢我送嘉年华。他说谢谢凯凯的嘉年华。你是送嘉年华了吗？不行，我要穿，真的我讲道理。英子姐来了，真的假的呀？英子姐要给我刷嘉年华了吗？我们现在要去玩剧本杀，浩浩你为什么都不说话呀？嗯，你为何如此严肃？我发个语音给他，我之前过敏一直涂了一个药，我等一下回家发给你，你没事吧？英子姐来了吗？哇，英子姐，你有帮我老公问娜扎的签名了？怎么有人看我直播还不把我自己的声音关掉嘞？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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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明星，欢迎女明星，是真明星呀！嘿，明星来了，总监都开始送热气球了，那不送小星星吗？总监，总监其实是想来骗关注的。谢谢送粉身牌。我们现在在去玩剧本杀的路上。我们是不是到了？哦，我们到了，又到了那个绝。为什么没有粉丝说你帅是吧？大家把总监好帅打在公屏上。他们是这样子的，我平常也不夸我帅。他们有人刷了吗？呀，他们满屏的总监好帅，你不觉得这样的夸奖都很无味吗？他们又不是主动夸你的，他们都是一群牙膏。我平常就很纳闷，怎么没人夸我帅？我说怎么没人夸我帅，他们就违心的把我帅打到了公屏上，我真的，违心的夸奖我不要。知道吗？真的没有人夸我帅。是吧？我也觉得好过分啊！帅哥就是这么容易让人无视的吗？哎呀，我的鞋太大了，我卡住了。老公，夸的违心死了。老公出来呢，是不是很卡？我刚刚我的鞋就卡在那儿了。我太高了。有没有那种就很便宜，它就有特效的那种表情那种感觉？没有，一分钱一分货，总监，不要想着占这种便宜。
真的假的呀？一千块钱呢？对呀、啊，你舍不舍得呀？我现在就开始了，我现在就开始。这边天，为什么呢？送了一个 glass。送你一个这个，你不介意吗？快，总监，总监，你快来揽一波粉丝，快来揽一波粉丝。利用你的人格魅力，他们都知道你是我的总监。以后就叫你总监了。以后就是总裁了。我要当总裁。他们在 PUA 我。怎么嘞？他们这是他们习惯就好，这叫鼓励你，这叫激励你。啥呀？你那个脖子上的项链多的要死，一看就知道是对自己很舍得的男人，是吧，老公？老公，你怎么孤言寡语啊？啊？你怎么孤言寡语啊？你为何孤言寡语啊？啊？你为何孤言寡语？刚刚那种他们这种行为叫 PUA 呀、啊，不是说 PUA 不是降维打击这种吗？我 PUA 你们，谢谢大家各位送的嘉年华，怎么不送啊？是送不起吗？对不起。他没怎么，他好得很，他在那里开门呢。保安，你刷不刷抖音啊？哎呦，保安在那抠鼻屎。就是这个熟悉的地方，这个店总是被我们光顾啊，是吧，老公？老公，那个币带了没？没有。总监，总监，总监。总监来个 wink， 我靠，好油，油死了，油死了，惨了，惨了，他们都要走了。真有你的，真有你的，总监，你知道我刚刚让他来个 wink， 他刚刚凑过来，我还以为他干嘛，他亲了一口我的手机屏幕。那倒没有啊，那倒没有。天哪！总监太热情了。嘿，我们又来了。Hello， 我们坐白色房间。我只是上个厕所。就是这个熟悉的地方。他们嫌弃我。他不嫌弃你，嫌弃谁？不讲话的，他们是嫌弃我。让我觉得你们是不是把我一个人骗过来，然后你们做什么？怎么会？我不做。可以坐黑色房间，黑色房间很大一点。我们坐下来坐那边啊。还有多少人？我们已经到了。六个。差不多。那这也行，他们有七个人玩，他们有七人玩。偷皮。我们已经到了，我们要准备玩米玩。大嫂，换房间吗？我不放你在这了。换，去看一下什么样。我们上次那个。是哪个？那个不在这个房间。哪个？另外一边那个。有阳台。阳台那个有人进来。对。那你们就换哪个？换啥？别调侃我的总监。爱你爱你，随时都有一起。这不是上一次我们那个房间，还大家还记得这个房间吗？就上一次西雨那个。为什么一人坐一个凳子啊？你俩坐过来啊，然后他俩坐那，然后秋秋坐那边。就是你们两个不是应该？我只是看到你抽烟，都可以了。不是我的意思吗？不就这样吗？这么晚，天蛮恐怖的。对，那确实。
请不等呀，来呀来呀。没事，没事，你俩坐一起啊，没事没事，我坐这边。没关系嘛，你坐到这边，我一个人坐。是他害怕。就是这个房间。就上一次，上一次西语那个，上一次我坐在那儿。我拿一个，猜不出来。你是不是捏几下？叫一下那个车。老板呢？哦，今天有六个你的粉丝关注了我。你快快快快蓝蓝取粉丝，快快来！你来你来，我累了，你快去播播。来看，这是我抖音号，希望你关注一下我。一个一块，虽然说没有人。一个一块，一个一块。居然还在直播嘞！你累了，你这没电了吗？充啊？是吗？没电了。没电了，你还充？我不激励我，不激励我。三块钱。他说要把上面，那我们先拿上吧，老板过来呗。你们先玩到我买吗？还有朋友没到吗？不是，就我们想玩。哦，想玩一下就好。那我们先去吧。我先去。哦，对，你们玩。说不想去查询。好像没有，但是听起来是不是很恐怖？他说总监送大礼物才看得见。那就玩那个，就玩那个。什么东西啊？二十二条校规。有不惊吓的朋友吗？我觉得我胆子小。不惊吓的朋友。有鬼吗？可能会有 NPC 出现。那我下播了，我下播了。真不行，我真的。我们 NPC 出现的任何时候不能接触殴打和辱骂 NPC。然后我晚上，然后我重新上微博，现在记得给我进视频的话，我进去点赞，大家拜拜。我两排掉进来。下一次不至于。看你们选。我觉得可以。来玩这个，就玩这个。玩玩玩。就玩这个，然后范老板也可以现在玩。我们先玩一下不好？可以玩两把，范老板。好的，玩两把。想玩两把的。对呀，我们就想玩这个。我们只是为了玩到奥特曼，是的，是为了玩到老板，来了，是为了玩完早上就可以吃早饭了。啊，去洗手间的能力。我。可以吃早饭。